也是开光的意思啊。对，如果你今天下午没拿到，故意的，就是希望你晚上还来参加法会。他们不知道这么多人像现在发，因为晚上我们在华天中国城酒店8点啊。那如果你愿意来，最好把你儿子带来，功德大，让他从小了解佛法，你就保证超度。儿女学佛是父母最大的福报嘛，他就会做功德。还有这一本书，各位都有拿到了啊？没有吗？前面没有。如果你看得懂中文，这里面也有翻译成英文。这里面写什么？注意听哦。如果你怕你的老公外面有女人，怎么解决？缅甸佛教说，送枕头给出家人睡，你老公就不会跟别人睡同一个枕头。第二个，送枕头还有什么好处？经常身体腰酸背痛的人，送枕头给出家人睡，你腰酸背痛很容易好。啊，这缅甸佛教的方法啊。我们就找几个重点念一下，然后呢，等一下我们希望在15分钟各位就要下课了啊。请翻到28页，这是我去缅甸，我经常去缅甸，因为缅甸的佛教的传承，而且真的很实用，因为我们研究了5年，真的有那个实用，才知道不一样的东西供佛产生不一样的力量，这也是一种离开病苦超度的方法啊。所以28页第一条念一下，我们念几条就好了。没有本子的举手，都有了吧？没有就看一下隔壁的啊。第一条写的是什么？一个人生重病，不会断气，往生不了，要怎么帮助他？在佛前帮他供5盏莲花灯回向给他，这个各位要记啊，因为久病无孝子，对不对？我们希望哪一天午餐吃完睡完午觉就走了，这样不用啰嗦啊，时间到了不要躺太久，也不要让自己痛苦，子孙痛苦。那所以往生不了了，用5盏莲花灯供在佛前，那供5盏莲花灯就可以断除你的5趣轮回，我们叫内心里面叫5毒烦恼，贪嗔痴慢疑，用供灯的意思。再来送冷气或颠扇给佛堂给寺庙，可以让你往生之前心很平静，这很重要啊，因为就像刚刚如果冷气关掉大家就烦了，你也听不下去，我也讲不下去啊，所以送冷气给寺庙，特别出家人多了，所以我们送了很多去缅甸。缅甸哇，60万个出家人很穷啊，啊，他们1-2千个住在一起，不可能有冷气了，几只电扇就不错了，啊，所以这样积极这个功德可以回向给那些人。第29页，第二，为重病者佛前供芒果，减低痛苦，重要啊。有人生病很重，你用芒果替他供佛回向给他，这很简单啊，可以消除。水果有不一样的力量，供养香蕉不会漏财，供养香蕉可以断除障碍，就像我们大宝法王要来欧洲，障碍很多，所以我们一天天帮他供香蕉啊，供在佛前，他来就没有问题，不会有障碍，就是用重病供芒果。翻到30页，可为重病者用7朵红玫瑰供佛，回向身体状况改善。所以各位以后呢，会馆潮州会馆来拿7朵红玫瑰供在佛前，老人健康，身体容易好。那你说我很健康，我不用供，那你不慈悲啊？啊，你现在提早作业嘛，替别人做，你也不容易生病。以前感冒要3天，现在感冒睡个午觉就好了，因为你身体改，有佛的力量。要改变命运有3个力量，跟我背一下：智力、佛力、法力。智力就是你相信，
佛力，所以你要把这个水花供在佛前。法呢，法就是那个七朵红玫瑰，或是那一杯水，或是那个香蕉，或是那个钱，叫法力。所以改变命运就这三个命运，再背一下：智力、佛力、法力。哦，所以刚刚我们用米，用这个香蕉法力供养佛，对不对？我们念咒慈悲，希望他们离苦，这个叫自力。自力就是自我功德力，你的相信，你的悲心，念阿弥陀佛，念药师咒。所以我们刚刚各位有布施药，那个香里面就有药，这个叫法力。那缅甸佛教就利用这三个力量。第三十也很重要。第四，对长期卧病在床上，就是这个老人他生病很久，一直躺在床上都不会好，很难医，怎么办？可以为他布施尿布、奶粉、衣服给孤儿院的小孩子啊。所以那天我也跟我们老会长说，哦，柬埔寨很多老人院啊，布施营养的奶粉啊，或是食物给老人院、给孤儿院，不会生病啊。老了有钱还不够，还要健康啊，健康，健康比有钱还重要啊。那所以就帮助这些可怜的，减低他们的病苦。三十一第五条，为了病人身体好，可捐两套病人自己穿过的衣服给穷人。我们现在欧洲难民多了，对不对？你把衣服洗好包好送给他，他很快乐的啊，对他们身体好，对你身体也好。三十一第六条，经常生病的人可多买好的药供佛布施。以后各位来潮州会馆，比如说医生给你九包药，你要拜佛就拿一包出来供在中药，不要西药，因为西药有动物成分，我们比较不用，就是中药是草药，拿供养一包供在佛前，那要走的时候再把那一招拿走，外面烧把它烧掉，或是加粉布施掉，就是用药供养佛，就像你用水果拜完佛自己吃健康嘛。不过我在这边要特别交代说，你有一盘水果九颗拜佛，至少拿一颗给穷人，这样就没错。如果你九颗都自己吃掉，这样就很自私啊。啊，所以各位，你拿矿泉水来拜佛，拜完佛留几瓶布施给人家，啊，这样就很慈悲。所以特别布施药，布施药。第三十二，三十二页第七，希望生病的人能平静往生。植物人躺了五年了，没人照顾了，啊，也死不掉，怎么办？可在旁边放一个磬，这个叫磬，这个磬一掂，他旁边的鬼会离开。还有放一瓶檀香油，插在他的旁边，鬼魂离开他就走了。不然他拖太久不行，一个磬偶尔给他呛一下，檀香油给他身体旁边抹一下，他的身体就没有那些冤亲债主抓他，他就容易往生啊，不然他会拖太久。第八也很重要，用三颗释迦供佛，可防止意外车祸，消除突然中风的疾病。你儿子开车你很烦恼，不用烦恼，用释迦供佛，会像个儿子开车好，会像老公不会中风啊，突然意外跌倒车祸，这些释迦。那这些浅不浅呢、啊、很浅，希望大家自己看好不好。前面是为往生者如何超度，后面呢，夫妻感情不好怎么办？夫妻感情不好，你们夫妻的相片要用红色的相框，你不要用那个咖啡色的、黑色的，天天吵架。红代表爱，所以说你要夫妻用红色的线或是红色的镜框框起来，改变夫妻关系。再来，用三颗素的包子多供养佛，夫妻感情也会好。三颗包子供养佛啊，素包子啊，菜包啊，麦霸包啊，素了还有，你希望不要有错误的感情，有外遇，你平常也要用多几颗
素的包子供佛回向，就不会有爱上不该爱的人。这个很重要啊！如果男女朋友经常吵架，后面有写用白色的糖供佛，男女朋友不会吵架。啊，这些后面都有写，那你就如果你房子想要卖，卖不出去，那这个要注意了。如何让房子土地赶快卖出去？在外面的土地，把土地洗干净，土地公很高兴，因为你把外面那个土地洗干净，他很高兴。然后用竹子右边敲17下，就帮土地公烧痒一样，啊，敲17下，再记一次哦，用水把外面那个土地洗干净，用竹子敲17下，然后发个愿，土地公啊，房子卖出去啦，我就拿1000块欧元做好事啊，回向给你啊，没多久就卖出去了。还有，如果是一楼、二楼想要顶给人家做生意或租不出去，在二楼放一杯水供养土地公，一杯水就好，然后回向就很容易。这后面都有写，这是缅甸佛教很重要的。有佛法就有办法，像有太阳有空气一样，生命电视台的存在对于这个世间对痛苦的众生是那么重要，所以希望大家多收看生命电视台，多护持生命电视台，将佛陀的教法深深地去思维运用在我们的日常生活。护持账号19965232，19965232，户名生命文化基金会。海涛法师弘法行程，1月6号星期六至1月9号星期二，香港弘法行程。1月9号星期二，念卢舍那佛大势至菩萨持斋除罪1000劫，彰显大地圣诞，下午2点半，香港北角陈述渠大礼堂慈悲与智慧心灵讲座。1月11号星期四，莲花生大士殊胜功德日，善行与恶行乘10万倍，晚上7点，新店大明讲堂佛学讲座。联络电话02-29慈悲与智慧心灵讲座。1月11号星期四，莲花生大士殊胜功德日，善行与恶行乘10万倍，晚上7点，新店大明讲堂佛学讲座。联络电话02-29178855。1月12号星期五，上午10点，基隆法王寺恭送地藏经暨慈悲超度法会。联络电话02-2423-9448。1月13号星期六，董公真仙圣诞，上午8点半，板桥悲愿讲堂传授菩萨戒法会。联络电话02-2951-0355。1月14号星期日，念阿弥陀佛持斋除罪90劫，上午8点半，板桥悲愿讲堂传授菩萨戒法会。联络电话02-2951-0355。1月15号星期一，念药王菩萨药上菩萨持斋除罪7000劫，上午10点，板桥悲愿讲堂白度母长寿法会。联络电话02-2951-0355。1月16号星期二，
念释迦牟尼佛持斋除罪八千劫，释迦牟尼佛殊胜功德日，善行与恶行成就一倍。上午八点半，宜兰大悲观音道场八关斋戒护生供万灯供万水暨甘露施食法会。联络电话0398993199。1月18号星期四上午10点，桃园乐善寺那古塔前空地护生点万灯供万水暨慈悲施食法会。联络电话0334776666，0333105553。1月19号星期五上午10点，苗栗弘法禅院护生点灯供水药供暨慈悲施食法会。联络电话0379915135。1月20号星期六三代祖师圣诞大寒，上午8点半台中五方讲堂传授菩萨戒法会。联络电话0422389987。1月21号星期日上午8点半台中五方讲堂传授菩萨戒法会。联络电话0422389987。1月22号星期一上午10点半台中泰安慈悲精舍佛像开光点灯护生殊食享宴药供暨慈悲超度法会。联络电话0961107385。1月25号星期四药师如来殊胜功德日，善行与恶行成1000倍。上午8点半彰化园林国小八关斋戒护生点灯药供暨甘露施食法会。联络电话0483782066，0472652266。1月26号星期五贤节千佛殊胜功德日，善行与恶行成10万倍。上午10点云林观音讲堂岁末药师祈福法会，点万灯供万水护生药供殊食享宴暨慈悲施食法会。联络电话0563315655。1月27号星期六上午8点半台南东关国小八关斋戒护生供万灯供万水暨甘露施食法会。联络电话0621311112，0625891177，0760733777。敬邀十方大德踊跃前往参加，阿弥陀佛。接下来请收看经典佛曲。There's a reason behind your birth. It's not by chance you're here on earth. Who you are
precious law is perfect and just. Where the cause, the effect is cast. Though in life no one escapes pain, this sad human state need not always remain. Break free from this cycle that binds. Leave your earthly selfish concerns behind. Be a Buddha in your thoughts, deeds and ways, and surely magic, deceiving our human vision.